Hello，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奥特曼，欢迎来到漫威模组啦。上一集呢，我们已经玩完我们的钢铁人了啊，真的是非常的帅气啊。那接下来今天呢，老头呢继续来玩其他的啊，漫威角色、漫威英雄，好不好？那么呢，我看一下哦，今天要玩什么好？今天老头有点想要玩那个反浩克装甲。来玩看看反浩克装甲好了，然后呢，顺便给各位看一下这个哦，这个是那个漫威刮刮乐哦，这个东西呢，只要1000个就可以换一个哦，然后这个东西呢，可以拿来刮一些漫威的材料，比如说像是我之前刮到这件裤子哦，然后穿上去之后呢，是那个什么奇异博士的裤子，然后我身体不见了，然后就这样子，有点可怕就是了。哦，这个都是刮刮乐刮出来的哦，然后一次要1000个漫威币，啊，漫威币要怎么做出来呢？啊，用人类的粪便就可以把它做出来了。人类的粪便，该在哪边做啊？反正这边是写人类的粪便可以做漫威币哦，但是不知道一次可以做多少。这个我就没试过了，我们可以来做看看。我不能拉屎，拉屎是哪一个键啊？被改到哪个键我忘记了，T 键吗？忘记了，算了。来刮刮看，刮一下，然后他这刮一下之后呢，他这边显示漫威刮刮乐零，代表是什么事都没发生。再刮一次，好，刮出了一个什么？赫尔墨斯啊，这不就是那个吗？战神三那一只是这个工作台里面的嘛，是不是？我居然刮到这个东西啊！然后刚刚上面还跳一个讯息是什么？漫威币是不是？好像只刮到这个而已吧，好像没刮到其他东西吧。哦，刮到了一只角色，这个算运气好还是运气不好呢？不知道。来给各位看一下。哦，放出来了，放出来了。哦，这是我们那个战神三里面的那个飞毛腿嘴炮之王啊，怎么感觉这个模组好像跟那个战神三里面的角色有点不太像啊？我看一下啊。不能。还不能动，负重了，我身上太重了。好，等他一下，等他一下。来，有了，哇，跑得挺快的嘛。哦，是这样。阿多肯，哦，阿多肯是那个龟，是那个呵呵不一样的东西。啊，这个是升龙腿。哇，这个这样，一个连续 combo 技能，连续 combo 技能。哦，造成 AOE 伤害啊，这个就做这样子而已啊，他攻击还蛮好笑的啊，哇，跳蛮远的嘛，这个不知道是冲很小的，我也不知道，不知道为什么要装这个彩蛋啊，你看哦，转进去，转，消失了，转，根本是开外挂的存在，转，又死掉了，好，没事，把他带回家。这速度实在太快了，而且不知道为什么，周围好像有点破土啊！我的天哪，这只角色怎么会有点破土的概念？不管了，漫威刮刮乐刮到这只，你在冲啥？下一次呢，有机会来试试看克雷多斯好了，应该也是他妈超强的，弑神之子。你走开，不要靠近我，你坏坏。好吧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浩克哦。浩克看完之后呢，再来看一下反装甲浩克。反浩克装甲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浩克是怎么样的一个样子。出来了，看起来非常的耗模耗样，耗模耗样是什么？整体下来呢，这个给我的感觉好像是以前在玩 PS3 的那个浩克的那种感觉。我不知道你们以前有没有玩过 PS3 有一个浩克的漫威游戏哦，它是在一个开放式世界里面进行的。居然负重到我没办法上去啊！可以动了！没有声音啊！右键就是跳起来攻击这样子 ，bang！ 这就是我们的浩克。跳起来，他有没有跳起来之后往地板上砸的那种技能？看来是没有的。打下去伤害多少？没仔细看。
感觉好像是浩克在玩泥巴。欸，浩克在玩泥巴。好了，可以移动快一点了。那边一只霸王龙，我把它砸死。哎呀，我呀，39万9。啊，你当中你在买什么汽车吗？39万9。攻击只有左键跟右键而已，而且左键还比较痛啊！我的天哪，左键比较痛，左键比较痛。哦吓！我根本连砸都还没砸，他就先挂了。啊，那个暴龙，吼什么东西？你在吼什么东西？直接打到你吼不出来，打到你吼不出来。好，我们看一下。欸，他这个不是用进化的方式哦，有点可惜。我想说会不会是浩克，然后进化成那个反浩克装甲，结果不是。欸，看来是我想太多了。咱们的浩克在这里，我们看一下反浩克装甲，反装甲浩克，来看一下，他是需要什么？限时的宝石一个，绿巨人浩克一个，跟钢铁侠一个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架，欸，看一下如何。先用我们的指令把它照出来。我想用直接用做的，啊，做起来看有没有不一样。欸，不行，这个是直接找野生召唤，我要的是图纸，一个钢铁侠，然后一个浩克，再来呢一个限时宝石，嗨，有的，这样行不行？有吗？好，哦，这个兴趣进去，限时宝石在哪里？我们来看看。欸，这个吗？不是，这时间宝石有了，做一个出来。反装甲，反浩克装甲，我怎么总是一直念错呢？反浩克装甲出来了，了，哇，哇，哇，什么声音？哇，也太大只了吧！等一下，欸，他不能在地上移动哦，他只能用飞的哦。欸，可以欸，啊，可是走好慢哦，我的天哪！右键，左键，哇塞，哇塞，打到谁不知道？到底打到谁啊？方圆几千万里是不是？哇吼吼！飞起来哟，哦！哇，在空中，空中 so happy 的迅猛龙，有没有？哇塞，吸剑，哇，吸剑没有功能，吸剑没功能，可惜了。点一下，这血量也真多啊！我的天哪，那没有吸剑功能，空白剑。空白剑落地的时候会来一个重击，然后这个重击居然是没伤害的。哦，我们的重击才有10亿，10亿600万。哇塞，这个有点凶，这个有点凶，凶爆凶爆！哎呦呀，哎，怎么可以这么的凶？反浩克装甲。这个如果拿来打灭霸，我觉得应该还是灭霸赢吧。啊，如果拿来打我们的萨诺斯，应该还是我们萨诺斯赢吧。我们萨诺斯弹指之间就可以把你给解决掉了，是不是？有没有？感觉凶残，凶凶凶！哎，我们要飞上去了。好，啊，这个飞行的速度居然比那个比我们的钢铁人还要慢啊！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挺帅的，嗯，真的蛮帅的，我觉得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他需要浩克的安慰。好，我们把浩克丢进去，造出黑寡妇。黑寡妇你在哪里？为什么我没看见英雄？看到了，我们看一下黑寡妇长什么样子。叮叮叮叮，应该不会烂到哪去吧？有了，欸，为什么这边的黑寡妇头发是这种颜色？嗯，怎么跟蓝图里面的不太一样呢？林北化身黑寡妇了，看一下攻击，
哦，扫堂腿，啾！莫名其妙射到什么东西啊？我靠，在干嘛？哎、欸，哥哥，停了，停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不要再这样虐待他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就静静这样看你装逼这样子，好，加油，你行的。啊，希望有朝一日你可以把他打掉。啊，左键，左键是开枪，可是不知道他妈射到谁，完全不知道。C 键没功能。喂！哇，这边的野生生物呢都被我们杀光光了，这边9700万。哎，又按到了，再一次，还可以边攻击边移动，你看，哎、欸，哇哇哇哇哇，只听到急杀的声音，却不知道到底杀了什么。天空那一只究竟能不能射得到呢？应该是不太可能。哦，这样子可以，他死了，他掉下来了，空中急杀，哦，霸王龙死了，来，啊这边在跑什么东西？交给我。哎呀！疯狂扫射，突然有点像那个《Overwatch》里面那个死神，带带带。好了，这没什么，我要回去了。啊，黑寡妇这个发型、发色完全天壤之别。不过呢，唯一不变的就是他的 PP 还是一样，没有啦。没事，好吧。今天的这个漫威模组介绍呢，差不多就到这里了。然后呢？我们就以这个飞毛腿、哦、不断的进行攻击来进入结尾吧，好不好？好吧，今天就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啊。如果喜欢我片呢，记得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漫威模组再见啦，拜拜。